各位觀眾早晨，歡迎收睇大年初一朝頭早嘅天氣報告，我係楊偉龍，先喺度祝大家龍馬精神，身體健康。今日大年初一咧，天氣咧都會係唔錯嘅。朝頭早喺維港望出去，可以見到天上嘅雲咧都相當之少噶。而喺大範圍嘅衛星雲圖亦都可以見得到啊。今朝早華南地區有一啲雲係覆蓋到我哋，咁但係咧呢啲雲咧有相當多嘅罅隙，預計今日嘅陽光咧都會係唔錯噶。至於氣温方面，今朝早仍然都係比較涼一啲啦。市區嘅最低氣温咧就喺15度左右，而新界咧就再低幾度。見到打鼓嶺啦，同埋喺沙田嘅最低氣温咧就降到落去10到12度左右嘅啫。喺度提提大家啦，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係生效緊，表示火災嘅危險性咧係頗高噶。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係咁噶，預計會係大致天晴，早上清涼，日間咧會係乾燥。最高氣温大概是21度，吹和緩的北至到東北風。至於跟住落嚟幾日嘅天氣，我哋預計咧影響我哋嘅東北季候風會係緩和噶。而喺電腦嘅預測咧，可以見得到啊，嚟緊幾日我哋嘅附近區域嘅雲量咧都係相當之少噶，預計咧都會見到唔少嘅陽光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展望啊，喺農曆新年假期嘅時候咧，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日間咧會係温暖噶。今節的天氣就講到這裡，再在這裡祝大家新年進步，心想事成，再見。